截个屏啊，因为这张图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赛车升级路线。对，等一下老规矩，你们选分支，我来选地图啊，咱们车王的老规矩，你们选分支，我来选地图，好吧？就是这样。好，今天晚上比赛开始了，兄弟们啊，比赛开始了。对，我来起步手。这就是起步宠的优势，哎！我说实话，我被追的好难受啊！我这细节做死了，已经兄弟。太紧了，嗯，给你追的都慌了。而且我没宠物，我必须要做更好的细节才行。对，太紧了，直接跟到你屁股。好，第一把开门红，开门红，开门红，开门红。第一把开门红，兄弟们啊，1分47.00啊！现在哈雷特跑多了以后，感觉原级的这个成绩都变慢了，速度太慢了，嗯，速度太慢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选分支，选分支。怎么说？摄像头开起来。摄像头开起来是吧？摄像头开起来啊，兄弟们，稍等。来，3、2、1。哎，我操！3、2、1。二，好吧，兄弟们，你看最下面那个被那个斗鱼的傻、哦、对，被那个斗鱼的傻逼广告挡住了。那就是严军，严军啊，严军的分支。严军，哎，你帮我把这手机关一下，不要这挂着，这手机电经不起耗的。OK， 斗鱼可以开开的，没关系的。好，所有人，我操，我他妈有点，但是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？真有机会，我真的有机会。你严军能出去啊？我严军能出去啊？对啊，但是我估计第一个弯就要被追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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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有火龙，我有火龙，知道吧？上来就七是吧？第二名选图，兄弟们，第二名选图，第一名换车，第二名选图。但是应该是无语选的、嗯。第二名选图。啊，我这个好难受啊！你不满气啊？这不是瑞泽呀，小马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带瑞泽的呀？对，你该瑞泽了，瑞泽有技能了。我操，是真的控不住了，已经。这控制太快了，再加一个龙啊，顶不住。
我操，真的难玩，太恶心了。我不要看严军这张图快啊，玩起来太恶心了，我说实话。你怎么在波及后面？我车不好啊，车不好。这把阿森选图了，他可能要选那个西服了。他妈的第一个弯没气，我操，太恶心了。因为急得满，但是我应该第一个弯急满的，你得卡一下气。是是卡一下气才行。卡一下，跑跑不知道。对，跑跑不知道。我跑跑我是这个严峻，我跑23的，但是我太久没跑了。就忘了。阿森选图啊，稍等一下啊。连续两把第一，那确实啊，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啊，也是有个第一，连续两把，对啊，连续两把第一是吧？对啊，都就反正就要拿第一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都排位图啊，恋爱八排位图啊，恋爱八是排位图，恋爱八排位图啊，4000分都有，我操，恋爱八也是排位图啊，你练了吗？你没练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练了也没有用啊，我这个车怎么玩？哦，对哦，我这车也玩不了啊。那你练了呀？这把我直接放弃了，直接放弃了。这把没办法。你观战就行了。我操，这把我观战了，基本啊。这把你观战了。我操，恋爱八也是排位图。我靠，真的假？我只知道极地兵刃是排位图，恋爱八现在也是啊。我这么猛吗？完了，我云玩家了。云玩家。哎，为什么我上次跟吴宇逼张国打国榜被遇到？我们恋爱八还是车场。真的离谱。赛季地图恋爱八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哇靠，那别搞我啊！哎，不过这把确实玩不了啊，这把真玩不了，赛车差距太大了。这把的话，只能等着一个那个原级晋级了。这个严军杀出来，两个严军他妈在前面真的给别人撑后背了。原级上来的话，一个一修开起来，一修的话。B110现在是没用，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没用的，真没用的。这就是金钱的威力。哦吼，靠起来。哇！疯狂干扰阿康，等一下他流氓点，操流氓点，但我觉得你有机会拿第二，阿康，哇操！我给哎，怎么飞不起来啊？给这霍金投机了！我靠！这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这哇，这是真没办法。这张图，其实他们原级跑得不好，对，他们跑得真不好。我刚才第二个 ECU， 我刚才第二个 ECU 其实就缺气、嗯，我就缺一个气，要不然我第二个 ECU 没必要放。二六挺慢的，对他跑二六真的慢，真的慢。这把没拿下，我操！不是拿下第二名至少。因为这张图不是你国服的。那是开服的时候啊，开服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，那个时候 ECU 都没有，就很应该很多很多观众是这个时候认识的。嗯，对对对，就逃婚王，我操，这阿森斯还藏了一手绝活啊，他还有一个极地兵阵，他极地兵阵练了是吧？对，他好像哦，对，我上次他在我家我看着他练的这极地兵阵。嗯，我靠，真的是离谱啊，兄弟们。好的，等待他们选择一下图啊！所有人都是选择了严军，没有人选上面吗？上面这么弱吗？我觉得上面挺强的呀、啊。会不会是他们跟着你选的？因为你有独到的力。哦，他们跟着我选的下面。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是观众们选的。对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观众给我选的。是观众选的。
这就来龙脊湖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机会，有机会啊！他这几个人的龙脊湖，我跟你说，除了阿森，可能阿森能拿第一，嗯，剩下这几个人龙脊湖感觉都不行。不，你要小看一个人，谁？职业选手。哦，对，职业选手的龙脊湖也练得多。哇、哦，有没有可能他们也是观众选？哎，真的有可能。啊，也是观众选的，也是观众选的吗？啊，那大家都是观众选的，看看等一下谁的观众更最坑。什么最坑最爱主播？反义词就是一样的嘛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换了一个问法嘛，对不对？啊、不坑就是爱嘛。嗯、三个男人吗 ？A 车跑得也这么好？哦，我刚才看你用前面跑的，就偷偷练过了，正好给你撞上了。哇！我真麻了。有机会追他，他毙掉，我这没办法。我操，这严军是好难玩，破壁严军，哎，我这把真的有机会，你真有机会、啊，我真的有机会，我这把、啊，我这把真的有机会的，我那弹射他直接弹出来都拖死了，拖死了，我最讨厌这种弹射了，真的，弹射出来还拖，弹射出来还拖是最讨厌的事情了。太难受了，真的是，太难受了，是真太难受了。本来这把第一了，北海渔场，真的本来这把第一了。我这把没机会了，我这把没机会，但是说实话有三个援军，那你最起码拿个，你要在这，啊，四个援军了，四个援军了呀，那基本上就是两个援级选图，一个选图一个晋级。对。所以这把你就拿个第三，嗯，哎，管他拿多少嘛，这把这几把都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要有竞争力，我们也要保存实力，对，保存实力，保存实力，知不知道？不然的话你，你、看来要真的要得等大家都严军了才有人晋级下一把。不然你一直第六，等下没状态了。嗯。研究何必呢？能不能搞死一个机甲？没用，感觉没用，真没用，差距太大了。极限超呀！哎，有人没等火车票掉下去了。原局没办法，一位，离有点远的，没办法。
撞死了。哇，这都行，兄弟们扣六，没有用，要把下把的选图的胜利拿得到才行。但是选图权最主要，现在选图权是最主要的，没有让原级选到图，知道吧？严军的话要选一手我们牛逼的才行，工地长城，想一想。原级的话就不用管他了，因为那么多个严军，原级杀了杀不出去。对，这个都不用管了。想一想，来个什么组？工地好多人打。工地其实也不好打，工地谁杀出去谁第一基本上。工地的话太多严军了，很难杀出去。而且工地的严军怎么说呢？每周可能想一下，兄弟们，想一下，要不来个恋恋清扬？哦，恋恋清扬的话也可以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。可能这里面的练度没这么高，可能就是唯一忌惮的就是阿康。他们全部都是选，但是我说了，我图我自己来选啊，嗯、我图我自己来选，长城吧。长城吗？长城，我相信我自己的长城，好吧？不说话，长城的话直接在起步走，要不？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因为前面一定会打架。起步桶的话是双喷吗？双喷直接点两下吗？点两下还得撤吗？嗯，如果是带龙的话，第二下可能集不满是吧？对，哦，这样。不要慌，兄弟们！我直播间5000个人了，五个援军一个援级，这才打了几把，直播间5000个人了，三把。这就是回家的路吗？一分啊！04对于援军来说算快吗？快了，而且不是龙啊，这个。哦，不是带的龙跑104，很快了。我已经太久没有跑援军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援军的成绩到底多少才算快了。国服是03中大，03中大是吧？对，那国服一秒钟。对，国服一秒钟，很快，很快了，这把很快了。不要再说开语音了，不开。你看，你带个起步桶，他们也追不上。嗯，他们后面一定会打架。也有人带起步啊。对，这把吴宇也带了吧、嗯？还有一个人带了，还有那个阿森也带了，阿康也带了，两个阿。好的，兄弟们啊。好，换车。换车了。哎呀，这斗鱼他妈的！等一下啊。别他妈的，这斗鱼是死的斗鱼是吧？好了，兄弟们，来，摄像头都气模糊了，3、2、1，整。第一条分支啊，第一条分支，玄月是吧？老街工地。妈的，老子的车呢？OK。玄烨这个车的话也能跑。
四张图也能跑，但是的话可以玄月，玄月这个分支我们再重温一下。玄月科尼赛格，哦，那基本上我只能走中间了。啊，往上走的话不太适合，往上走不太适合，基本上只能中间走到底，走中间走到底了。没事，不要慌，我觉得中间可以，中间全是数据手，嗯，全是数据手中间。我玄月没有皮肤啊，没有皮肤，兄弟们，没有皮肤。我操，这谁呀？这张图玄月跟原级差不多坏的。哇，这波连带我真的是无服了，我真的是服了这波连带。我投机，我第一名，第一，直接拿下，直接拿下，直接拿下。两个人直接卡一起了啊！老子投机了，哎，这就是混战的魅力。哎，关掉，什么傻逼手机，小米是吧？狗都不买啊，小米，整天不是闪退就是他妈声音乱七八糟的。
甚至有一个还在开原级的、啊、这把应该不会再开原级了、啊啊啊、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啊、嗯、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开原级啊，这一把他应该就不会开了。还能前三啊，这没办法兄弟们，这个是真没办法。对，车的差量太大了、这个、车的差距太大了啊，车的差距太大了，没事，我们现在巨大优势、嗯、巨大的优势兄弟们，巨大的优势。小红 A 无语 B 陈真 C 谁是 D 啊，谁是 D 啊，小哥 D 我是 D 嘛、啊、那确实我比他们大哦，确实、啊、我比他们大，比他们大为什么叫 D 呢？也是也是对吧，感觉不对啊。我跟你家兄弟们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电音梦工厂，好的，电音梦工厂，我这个车算是还可以吧。兰博基尼电音梦工厂也是可以的，哎，快的，快的、啊，挺快的，挺快的，啊、嗯。带龙，带龙，带龙，就带龙，因为这种车的话，还是比较那个怎么说，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哈、啊，就带龙比较舒服一点。哎，无语逼人呢？嗯？拉一下来。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不见了。掉了吧？人不见了。哎，有电了，等我开个机。哦，没电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真的哭了。好了，好了。没电了是吧？那他不说也在等你，你没电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哎、他没电了，他没电了啊，他没电了。你电脑有没有电？等一下兄弟们，好来了来了兄弟们来了啊，来了，我们领先所有人三辆车，五个严军加一个，五个严军加个兰博基尼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已经到哪了，我已经到兰博基尼了、兰博基尼了、严军肯定会出去的，我太惨了，我没事，能追，做一个强子就是后追上去的，一路领跑没有什么用。好，云掉下来了，追上一个，我直接 ECU 连续，后面 W 加 W OK， 顺车快出。
点，一点。哇，这南部的机械转向有点好啊。我这个卡位拿下第二，拿下第二，后面的一名第三名。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对，我看到你确实第二出现了，你延迟了。我也看到了。对，你延迟了。我延迟了是吧？嗯。你说这旁边这个人能不能把这个嘴用在正事儿上，兄弟们啊？嗯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？搞得我图都选不了了，又是严军的图。你让他们一把怎么了？我让他们一把怎么了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现在我领先他们，最多领先了谁啊？吴宇比我慢两辆车，其他人比我慢三辆车。嗯、我领先所有人两辆车以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兄弟们。好的，非常好。但要是你不让他们说，你就是又搞剧本啊！哎，对，又搞剧本，又搞剧本啊！矿山，矿山啊！可以了，真的是。那矿山是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严军矿山太强了。对吧，起步车嘛，起步车可以出得去嘛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没事儿。兰博基尼矿山也五十八，对，没我无非就是起步没气而已。没事，这把拿第六，对，就是直播间的所有就稍微骂一下你而已。哼，云海怎么在我直播间云？假的，假的云海。哎，吴宇比换宠物，换宠物。他刚 OK、oh,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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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房主，哎，为什么是我房主啊？我刚刚没有拿第一啊，我也没开的自由开，都没反应过来，我操！哦，看你哦，看你头发比较少。不对呀、啊，我刚刚拿第三，怎么样都不会是我房主啊？那退两个呀？退两个了是吧？啊、哦，对，给你面子。哇！没事没事，还能追。这追个毛啊！你这把拿第三也没用。哇，还拉细节，这细节很好，顺侧。那没办法，这个是真没办法，这车没办法，这是真没办法的。这把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把。嗯。好，阿森第一名，阿森也是严军是吧？阿森严军也升级了，也升级了。那看到吴宇比也是升了玄玉啊，跟我应该走的是一条路线。然后阿森不知道走哪条，阿森是严军，要下面是冰魄，上面是玄玉啊，看他怎么选。我估计我第一个升玄玉，应该大家都会跟着这样升。对啊，为什么呀？但是你们要知道，我升的路线是谁有选的？谁有选的？对，我是谁有选的？我不一定我升的路线就是最好的。并不是你强。对对对，并不是什么叫并不是好。怕冰魄，哎呦，阿森升冰魄下面是什么？对啊，哇，冰魄下面分支就多了哦。多哦，四头牛，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分支。四头牛就是没有马。四头牛啊？对啊。嗯。好，莫高窟。对啊。这谁又给你选的分支，所以能进化那么快，不是你实力问题。哦，懂了吧？原来是谁有给我选的分支啊？谁有的理解深，就
跟你没关系。水友的理解深，所以让我拿的这么快啊、嗯！原来是这样，那我还得感谢直播间的水友了。我操，这什么对抗啊！我他妈人麻了，坐牢啊！我，喂，他选的是他跑第六有问题啊，他在针对你啊，你升级太快了，没事还有机会，前面都在一块的，只要不失误就行。我靠，这个弹弓要引我那位了，好，卡气，甩尾，好，再小卡一下。进阶平棒，好，这里来了，兰博基尼的优势点转向，进阶 ECU， 啊，还是咬了，没事，还能超，超，哇，这个卡位，顺着快出，挤他，好，不，先拿选图，先拿选图，别，可以，够了，拿选图。我们兰博基尼选一手什么图？苏格兰场。不过苏格兰场有一说一，那张图他妈的，就跟机甲完全不一样的手感。对，手感很差，所以说实话，我真不想选苏格兰场，真不想选苏格兰。苏格兰，我兰博基尼兄弟们都说苏格兰了。兄弟们都说苏格兰了，那我还真得苏格兰。苏格兰对面他妈的这么多盐军，我打个毛啊！但是你选这么多的盐军，我哪出得去啊？苏格兰。但你选别的图也一样，就是。注定是出不去的，要不来个反亚，我觉得反亚可以。反亚吗？反亚真可以。反十一吗？反十一不行，反十一有援军啊。我觉得不行。那还不如苏格兰，还不如。反十一。苏格兰真不要选，苏格兰反十一出不去可以靠细节追，苏格兰出不去真追不了。但不是靠细节追，但是我觉得你追不上。你觉得我追不上？对。那你看好了。哦，我看好了，嗯，好。就是我是为你考虑，知道吧？这张图对你不利。没事没事，不要慌。反亚有冰魄，他冰魄不一定跑得过，跑得过这个，真不一定跑得过。冰魄的话要跑法才能跑到三零。好像也是。红牛都32了，他不一定有跑法，知道吧？没跑法，冰魄很慢的反亚。你是卑微的细节，有人说你卑微的细节，卑微的细节，不好意思啊，卑微的细节指的不是我，卑微的细节现在已经升到这个程度。我怎么每次都是最，哎，我感觉我的车是纸糊的，一个人都撞不过啊，有点倒霉蛋了，我真的是，哎，过弯过到中间直接撞停下来，一点都不带动的。你能靠卑微，哎，不，你能靠那个细节追。甩尾站位，卡两零卡三零卡，直接卡满一关。U 甩，一接，好，先追上一个。最起码能拿个第四啊，真的是妈太讨厌了，你还有 VCU 的，
抄他。没用啊，拿个第四。那好看一点吗？这把他妈开局直接人没了啊！开局直接人没了，又是阿森选图。这阿森开的怎么开的严军？完了又要选严军的图、每次选严军的图，我们基本上就很难受，特别难受。哇操！他冰魄，他选个冰魄的图怎么办？选个云游剑谱怎么办？行，那冰魄太多图了。他选个冰魄的图没事，争一下嘛，争一下不要慌。争一下，争一下。哇操了，赤橙红叶打个毛啊！这打个毛啊，都裂开了，这真裂开了。无语逼追上来了，无语逼跟我一样的车了，看我们谁先出狱。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很坐牢，我说实话，这个车真的很坐牢。看我们谁先出狱，不是这个车坐牢，是他们有援军，他们有援军是吧？然后要连带你。有一说一，我觉得跟严军没有关系，跟我开不来这个车有关系。这个啊，这个车是真的坐牢，就自己的问题。红叶的话，基本上冰魄第一了。哇操！这他妈太难玩了呀！我真玩不来这个车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玩不来这个车，太难受了。狗都不玩他妈的！该看手机啊，拍个照，第一了。啊！我他妈头疼啊！没事，无语比也第五，他也就看我们两个谁先出狱、啊、好吧。这个车兰博基尼出狱了是谁？迈凯伦智慧女神，我操，就开始了知道吧。兰博基尼出狱了以后后面就很好搞了，这兰博基尼太难受了。美洲这个车也难跑啊，巨滑，我操，细节都做不了，好难做、啊。没事没事，尽力，这个车真的是我的一个劫，渡了这个劫，我说实话，我就有机会了。渡了这个劫，我就有机会。两个严军，我其实没必要带洗护虫，我说实话，真没必要带洗护虫。带吧。还是得争一下。还得争一下。三个严军吗？三个援军美洲。为什么不选天府？他觉得赤橙红叶，他觉得赤橙红叶牛逼啊。对啊。选云游天府的话，我说实话是最稳的。最稳的是云游天府。你红叶的话出不去、啊、知道吧？出不去，严军也可以跑数据车，你哪怕是兰博基尼也可以跑，知道不知道？是吧，我觉得你能第一，不好说，这车手感太差了，我真的。好，前方很聪明，先走。
哎，有人复位了，你别叫。现在开始，你先别说话。越跑氮气越少，赶紧把这个勾巴车给换了。刚才一个人反向连带了所有人，不知道是谁。你在我旁边，你不要起生理反应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我突然激动了，知道吧？你老是起生理反应。有个人反向 ECU， 然后后面反向 ECU 后面全没了，是吧？然后你起生理反应了。我已经绷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、谁反向了？阿森，开个屏幕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他的哈雷特开多了，知道吧？他那个地方提早飘、哦、他那个提早飘知道吗？对。真的，你以后要叫的时候你叫温柔一点，那么起生理反应搞得我也起生理反应。我生理的，你也起生理反应。我现在也起生理反应，起那生理反应了，知道吧？好，麦凯伦啊，麦凯伦，这个是、麦凯伦挺好的，麦凯伦就好一点了，知道吧？至少起步好一点。嗯，第二名是谁？阿森真是小马的蝶，蝴蝶的蝶，什么蝴蝶的蝶啊？哦，就是他说什么死兔子凶什么？什么死兔子啊？什么死兔子凶什么？谁是死兔子啊？啊，好好说话，死兔子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把有机会哦，这把我真的啊，除了 两个冰库，我操，两个冰库啊，两个冰库有点难，我说实话。你说你插不插那个洞？我肯定要插。要插。我插洞之王，我堂堂插斗鱼插插王，插插开什么玩笑？你不是憋憋王吗？我叫斗鱼憋憋侠，斗鱼插插王都是我的名号，知不知道？你来我直播间这么久了，你连这两个名号都没听说过。你要是插不进去，我要笑，我要没事，插不进去，你允许你起生理反应。哦，知道吧？插不进去，允许你起生理反应啊。嗯，这不差了，能不能拿个？别忘有机会，前面都很紧。小马，我一起生理反应就会举报直播间，怎么办？对准了，一二三，哎，后面四个人也没什么真的意义了，我说实话。后面四个人没有什么真的意义的，拿不到前二。哇，这太难受了，这个真的太难受了。好了，他们冰魄要选什么？要选什么车了？看一下。哇，四头牛。四头牛。不知道他们要选什么。不知道他们要选什么？四头牛。嗯。冰魄可以选四头牛啊，兄弟们，冰魄可以选四头牛，就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要选哪头牛了，好吧？麦凯伦其实是有优势的，是有优势的。插队没我准。不要慌，兄弟们不要慌。麦凯伦的话，我找准机会。他选牛的话，
又少了一个起步车，现在只有三辆起步车。其实说实话，你起步跑法错了。我知道我起步跑法错了，我只想多一个气而已。不行，你就会被卡位，就会被卡位是吧？你直接弹 WCW 都出去了。所以我哦，原来是这样、嗯。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我以为你知道。然后看你。那这个图带瑞泽还是带龙呢？什么图啊？绿野。绿野。嗯。我就带瑞泽吧。哎，没。哎、嗯，那就龙了呀。哦，他自己选的。OK， 来吧，红牛、兰博、严军、冰魄、麦凯伦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机会，说实话，我起步好啊，嗯、我起步快啊，一个长直线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来吧。就虽然这张图没练过，那也有机会。虽然这张图没有拿麦凯伦跑过、嗯，但是不要慌，嗯，不要慌，我觉得不慌。对，不慌，我觉得不慌。直播间多少人了？直播间多少人了？啊，6000个人了，我操，6000个人了。现在我才晋级到多少啊？才晋级到麦凯伦，那我要打完不是得12000人吗？12000人！我靠、嗯！有了，直接拿下，麦凯伦直接拿下，麦凯伦，好，升级，智慧女神，智慧女神也好啊，不一定，上面是饕餮，下面是智慧女神，还要等水友来选，哦，规矩，来，不能说功力比就选智慧女神了，知道吧？来选，一代表四天饕餮，二代表智慧女神，来吧，兄弟们，啊、嗯，我听你们的。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3、2、1，整一还是二？二，我操，这么多人选二吗？这么多人选二，全选智慧女神。自费女神，知道吧？读音错了。读音错了又怎么样？自费女神，不要嘲笑我语音，那个没有，我也念自费女神啊。你也念自费女神是吧？对啊。没错呀、啊，确实，有一说一，我觉得这个车非常适合我，非常适合。饕餮更容易拿到优势，各有千秋吧，我只能说各有千秋吧。有两个严军的情况下，我刚刚麦凯伦熔炼那个熔炉，我竟然拿到第一名了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哇，真的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严军不是阳尾车，知道吧？严、嗯、军不是阳尾车，麦凯伦是阳尾车，严军后段也是有技能的，什么图？新天鹅吧、哎，有没有机会？我感觉有，我感觉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。这张图你很猛，有机会。这张图不仅是我很猛的问题，是这个车有机会杀出去啊、哦！你很猛，顺侧完了以后，直接就下去，直接放氮气、嗯，懂我意思吧？没有，我告诉你可以，我告诉你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断你，看位置，嗯，看位置。就无论如何，我在第一个弯是有氮气的。你懂我意思吧？这就是我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的优势。感谢玩飞车被小马创始送的办卡。谢谢玩飞车被小马，感谢各位兄弟们，我操，今天漏了好多办卡啊！感谢你我50年后送出的三张办卡，感谢福福超可爱送的2张办卡，感谢玉文779送出的一张办卡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认真比赛先啊！
霍金真的是他妈的搅屎棍来的。真他妈搅屎棍这个霍金，我操，搞了我两次。选什么图呢？不是我选，不 是阿森选，对啊，等他选。这把你第六，主要是霍金的。哎，他没一了。哇，哇，真的烦！一就顶他屁股了。真的烦，一就顶他屁股。到我选图了。哇，真的恶心。我当时不应该跟他路线的，我当时跟他路线失误了。我想到一张图，说吧。桃园剑阁。桃园剑阁是吧？对。直接。但桃园剑阁不一定说，不一定断得了。不一定断得了。嗯。一号公路。一号保险一点。顺车就有氮气，嗯，顺车就有氮气。一号，我最一号，一号顺车就有氮气。那少个喷啊，这样，少个喷没关系啊，少个喷你出去了，第一个弯还是要放氮气的，一样的，对不对 ？CWCW 总比他们没氮气要好吧？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如果你在最边上直接断鸟，最边上直接断鸟，这是肯定的，嗯，对不对？能遇到不是排位图啊，兄弟们。
原因到现在已经不是排位图了啊。不要云梦泽，不要云梦泽，云梦泽普通车没有那个必须要拉进阶，太恶心了。人鱼岛不是排位图了啊，我们是玩的排位图啊，怀旧图不算。对，我用小马一年的寿命换你在最左边。你们怎么用我一年的寿命换？你不是小马呀？那我是什么？真在最左边啊，幸好没说当场就搞。对，你这我怀疑你在做法。但你拿第一了呀，对吧？你拿第一，但是你为什么要说我用我一年的寿命？不是，我一般说的是不准的，你知道了吧？哦、一般情况下我跟你一样，结果这把准了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也要早死一年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我说的是。就一年的寿命，就那肯定是不准的，是这种不准，哦、不是左边不准，哦，不是左边，是这种不准、嗯，左边还得是左边、嗯，但是一年寿命直接免了。啊，对，哦，这样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肯定啊，我绿野啊，选了一首绿野，好了，兄弟们，劳斯莱斯，好吧，劳斯莱斯，兄弟们啊，劳斯莱斯了，劳斯莱斯了，各位，好吧。劳斯莱斯完了，坐牢了。买劳斯莱斯真不坐牢，真不坐牢，不坐牢，真不坐牢。劳斯莱斯不坐牢。兄弟们，记住这句话，劳斯莱斯不坐牢啊！劳斯莱斯真不坐牢。劳斯莱斯坐牢吗？真不坐。寿命不足一年，余额不足。开什么玩笑？他妈余额不足是吧？我的妈的一直在中间啊，半天不升级，然后又在这里卡我，我真的是服了，又是霍金这个搅屎棍，我操了。我怎么老是被霍金砍？他喜欢你，搅屎棍，谁是屎？我是屎，你是屎啊？我就是屎，我这把我就是屎。啊、哦，跑得跟屎一样，跑得跟屎一样，我确实，这把不是跑，妈，我被搅得一塌糊涂 啊, 啊，所以是屎啊！这两个阎君他妈升都升不了级，然后又在这里搞事情，我靠，菜的抠脚，真的是两个阎君。我操，阿森序列的啊！没有没有，中间有个序列哦，没事，他后面，他后，啊，诛仙者也不拉呀，也不拉，但是他，哎，怎么说呢？他惊鸿沧海的，惊鸿沧海也不要拉，
但是我上面有圣光血符啊。没事，兄弟们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有办法。这张图直接带起步，你说呢？确实得先出去，直接带起步得先出去，得先出，真得先出去。对，因为你因为前面有个序列，你肯定抢不了。我拼了，拼了，我拼了！你拼了，史上的第一人要拼了，史上的第一人，拉屎的屎，我是历史的史，你是拉屎的屎。我跟你说，我忍你太久了。嗯，没事，先跑好这一把。如果你这把跑好了，那你就是历史的史。这样是吧？嗯。哇操了，又他妈是霍金，跑这么慢，这阎君，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，这阎君要给他开有什么用啊？两个阎君在倒数三四名了，啊，倒数二三名。你以为他想一直开？那你就赶紧升级啊！我跟他妈老是有两个阎君在搞我，我真的是服了啊！唉，能不能赶紧升级啊？开个阎君升那么慢，快点升级啊！直接他妈升到最后一级算了，是不是？就一个阎君在你前面，一个老是两个阎君搞人，我操，太难受了，把你夹扁了。奥利奥，赶紧升级啊！老有两个阎君，这真的是好难打，太难打了。阿森多少了？永夜君主了是吧？永夜君主了，现在阿森跟无语 B 是同级了啊。永夜君主和六百 LT， 好的，物语，秋之物语啊，秋之物语，咱们带一首起步吧，带一首起步，只能带起步了，秋之物语。物语的话，这个其实这个稍微有一丢丢的机会，嗯，有一丢丢的机会，对，大家都是数据车，嗯，对不对？就而且它兰博不这个劳斯莱斯的转向好，劳斯莱斯转向好，啊、在对在后面的话，对对，硬拐点的话很舒服。今天晚上真的是被霍金整死了，那等下就下去整死。五把他卡了我三把，这把看他还卡不卡到我啊？又是阎君啊！别卡啊，阎君！这两个阎君这阴魂不散，真的是赶紧他妈别开了啊！霍金阎君玩的是什么？上一上一下好了，他终于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开个阎君他妈的太烦人了，这两个阎君啊，赶紧升级，这两个阎君赶紧升，识趣的让他们两个一把第一。但是还有一个阎君啊，还有一个刚才是一个阎君就可以了，两个阎君真不行，知道吧？开局前面两个人在你前面是打个毛啊，我操！
卡位确实不行，这个卡不动，你知道吧？卡不动，这个车撞不过，以前的车撞不过现在的车，没办法，撞车真撞不过。金贵，毕竟劳斯莱斯。你要迈凯伦也被他卡下来了。对。霍比特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嗯，还可以。这张图还行。还行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今天晚上坐牢了，兄弟们，我真坐牢。劳斯莱斯应该不会坐牢呀，对你说的呀。但是劳斯莱斯碰撞卡不过别人，就像刚才兰博基尼一样，兰博基尼碰撞还是卡不过别人。就这两个车碰撞太恶心了。智慧女神还好一点，智慧女神重嘛，智慧女神重一点。没事，今天晚上坐牢就坐牢了，这个牢我就坐定了，好吧。我确实在坐牢啊。对啊。我现在坐着劳斯莱斯，我不是在坐牢吗？对啊，没错呀。但你逮到一把机会，整死他还行，还行个锤子，第四有什么用？只有拿第二名是有用的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但是第六，这拿第六不好看呀。这阿森也永夜君主了，啊，无语比智慧女神了。我劳斯莱斯玩的是什么车？圣光雪狐，圣光雪狐，黄金射手座，就是还有的座，要连坐三轮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嗯，没事，圣光雪狐这个车我能拿捏，你能拿捏，我能拿捏，但是主要是你现在圣光雪狐你都跳不过去了，对，我现在劳斯莱斯都坐牢了，嗯，没事，早晚的，嗯，早晚的。我感觉你有点热，你得喝水的。你那杯水还没喝。我打比赛不习惯喝水。不喜欢喝水。你难道没发现我打比赛从不喝水吗？怪不得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一个习惯。怪不得这么能憋。所以我才叫斗鱼憋憋侠。嗯。知不知道？就不进也不出。嗯，不进也不出。好的，这个图的话，我们就。带龙也不行啊，带龙七级，对，我得带龙的话七级不满啊，我操，这怎么办？
到圣光血湖了。对，这上破晓者下圣光血湖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选车。妈的，指纹都录不了了是吧？这是小米，狗都不买。选车，兄弟们，来，给你们三秒钟时间，三二一，结。二代表圣光血湖，啊，给你们再看一下。圣光血湖、啊，这个车极其好啊，极其好，对，非常好。它就是数据差了一点，对，数据极其好，极其真的好。那你体验一下165的机器。圣光血湖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是破晓者。圣光血湖都到黄金射手座，上面是破晓者加海神。我感觉我被坑了，海神比黄金射手座要强，确实啊，破晓者也比圣光血湖强，确实啊，我感觉我裂开了今天，你被坑不很正常吗？我感觉我裂开了，没事，混虫，没事，不要慌，带什么呢？直接带龙，带什么？嗯，相信我，直接带龙，我觉得你真的不如带起步虫，说实话，感谢狗粮送出的一张同心卡，带起步虫，我是想。不需要集满一管单机 ，WCW 过去以后，第一个进到直接用他的集气技能直接强行集满一管，懂我意思吧？嗯，想法很美好。啊，这个严军，这把你拿第一吧，求你了，别严军了。这有个严军在场上真的好难跑。我就问你有没有啊？一把直接过黄金射手座启动啊！我就砸了一个眼的时间，怎么就超了？这个车我觉醒了吗？我好像没觉醒。这个车我硬拔不开嘛，所以就没觉醒。啊，我说了，我是绝对记得我绝没觉醒的，因为主要是为什么呢？这个车我从来都不开，知道吧？啊，小分时间，他的竞速推荐是错的。这个车又来了，又是弱化版兰博基尼。嗯，对，兰博基尼本身就垃圾了。手感差，不是垃圾，是手感差。这个车是手感弱化版的兰博基尼，啊，这个或者说甚至是手感弱化版的劳斯莱斯，但是它数据可能比劳斯莱斯大差不差吧，好一点，可能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。绿泽吧，嗯，绿泽。兄弟们，我决赛圈了啊，我决赛圈了。现在11:15就到最后一个车了。最后是不是三选一？不是三选一啊，范伟，圣光血湖只到黄金射手座，对，只到没有到下面啊，下面星空猎手和极夜幽冥还比黄金射手座强呢，对，对不对？强不少。但是这个车对抗很强。我操，又是空中卡位啊！
哦，今晚忘记一分钟甩毒了，一分钟甩毒，拿下以后我再抽，拿下以后再抽、啊，拿下以后我再抽，我就不信了，一分钟人走完了，昨天晚上他妈的，昨天晚上甩毒他妈被喷惨了，对，今天咱们先拿下比赛，咱们再抽啊，我先审核起来再说，先把它审核了，别急，有肯定是有的，啊，拿下以后再抽，好吧，那昨天晚上被妈被喷烂了，好吧，今天就，其实本来刚刚已经抽了啊。因为为了避嫌知道吧、嗯、先把比赛给打完先啊，对，不要说不想抽就不抽，不想抽就不要抽，妈昨天他妈那样子这搞得一直在抽他妈又被喷对吧，那不抽也被喷，我操，我是太难做了，哎，说了有的啊，这一个我有机会啊，这张图啊，这个车对抗很好，这个车对抗很好吗？对，很重吗？很重，很重是吧？对，你不要骗我啊！你没发现刚才你零号直接一直卡吗？你整个被空中卡背了，就没人顶得动你。昨天为啥喷我呢？说我跑毒的时候，妈老是让你们抽奖。妈的！哇，但这车手感确实不好，真的不好，这个车确实不好这个车手感开的不舒服，这个车，但是我们尽力把它的优势发挥出来，好吧，让兄弟们看看鱼巴你弄的投票，不用看了，那鱼巴投票改到8到12点直播投的人是最多的，哦对了对吧，现在我借此机会，我直播间现在6000多个人啊，这个是咱们直播间现在应该是今天人最多的时候了，好吧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之后的话打算把直播时间再改一下，9点半开播感觉又有点晚了，我是打算让你们投票几点开播，然后后来发现鱼巴的那个投票，你们现在在直播间的兄弟们可能很多都不知道的，你们马上去参与一下鱼巴的投票，好吧，鱼巴有一个我的置顶和精华，就是都加精了，也置顶了一个帖子，是我的直播安排的一个直播时间安排的一个投票，好吧，这个投票的话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，每个人都可以去投，目前投的最多的是8到12点开播，因为我觉得9点半开播之前我还需要一段时间预留出来，热手也好，娱乐也好，对不对，9点半再开始正片，打完正片差不多聊聊天就可以下播了，对不对，播到1点半确实感觉有点太晚了，所以鱼巴有一个意见的征集，也同时是一个投票，这个车已经试验出来了，对抗这个人，对抗，一直对抗，对抗再强也对抗不过蓄力，
我跟吴雨碧两个人撞，两个人在五六。哎，后面还有一个人啊，来，行吧。这再能对抗也对抗不过序列啊，这序列他妈的，这吉尼一下直接人没了。序列怎么会有的？你可以先看一下，对，看一下分支。这张图你截一下，自己看一下这个分支啊。序列在第五辆车。第五辆车。对，第五辆车，我已经到最后一辆了。他今天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对。但是他这个序列会让我们很头疼，我说实话，因为很难在序列的鼻子下拿第一，知道吗？嗯、非常难啊，非常难。还是不要慌，兄弟们，咱们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，知道吧？稳扎稳打，来吧，看一下这一把的选那个选图啊。好，他心海欢意的，霍金敢拿这个车，他拿这个车，他就是贪后面的车好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贪后面的车好，他殊不知拿到这个车以后，可能他直到比赛结束为止，他都拿不了第一了。嗯啊，心海欢意是随随便便就能开的吗？没有一定的实力敢开心海欢意吗？感谢雪后秦大大，谢谢雪后秦大大送出的办卡。哎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录播员啊？啊，对，感谢感谢这个雪后秦大大送出的办卡啊！嗯、感谢福福超可爱的送出的一张钻分卡。好，等待一下他们选图啊，每个人选图都会花一点时间，包括我们给观众选车的选分支的时候，也会占用一些时间啊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。好的，广寒仙境，广寒仙境这张图有个序列，没关系的，这张图数据车现在也很快，只要抢个第二名就行了。抢个第二名就行了，逐星者不一定跑得过，逐星者失误一下不一定跑得过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知道吧，兄弟们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看你发挥，把那个什么用户203那个进了啊，一条弹幕发个10遍，我说了，在我直播间什么都可以说，就是不能刷屏，知道吧？就是不能刷屏啊，可以骂主播，对，这个是规矩啊，骂主播都不会禁言的，但是你刷屏一条弹幕发个3-5遍的，那肯定要封你，所以说等一下练级得处理。都断住了，没事没事，断了一下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带保鲜膜都断了。第二名这一把，这一把的话，我有选图权的吧？选图权也不好选啊。选图权的话，主要有个序列，知道吧？这把序列会来，没拿第一名，你敢信？序列跟逐星都没拿，这两个逼是不是在演？演。我还说我们两个抢个第二名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那序列未来拿不到第一名啊？真的假的？来选个什么图，兄弟们？让我想想，阿尔法真不快，不快，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序列未来，没有人可以跟我争，是不是、啊，兄弟们？我觉得直播间的弹幕说的没错，说的没错，说的没错。嗯，那如果七星选过了，那如果这把赢了，就是直播间粉丝的功劳，跟你没功劳。对，直播间、如果赢了的话，就这把就是直播间粉丝的功劳 啊，粉丝的功劳。啊，阿尔法这把你们可能有些人说有什么星海欢意，那个车不用管它，不用管他，狗都不开，嗯，而且他肯定也不会，嗯，道具车的话，首先手感就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道具车的手感跟所有车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道具车的手感，退啊、什么鬼？退一下，退一下，有些可能没有换好车。
OK。好，我们继续说，道具车的手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，知道吧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。反压也选好几次了，哪有？反压就选了一次，正压选了一次，反压选了一次。啊、刚刚是正压，正压，正压，就不要糊涂了啊！刚刚是正压特，然后再到反压特，不可能选两次反压，选了跑过的图我们难道不记得吗？对不对？他们已经商量好搞我了，搞我就搞我嘛，对不对？真正强大的人啊，不怕这种无法被针对的，知不知道？不怕这种。问题不大，先过渡一下吧。阿康选图，阿康是什么车？他不会还是阎君吧？他这个阎君怎么就死都赢不了？这个序列未来终于是升级了，看他序列未来下一个是什么？大佬，永夜，到永夜了。序列未来下一辆车是永夜，那现在最难对付的就是阎君了。嗯，这个阎君怎么老是不升级啊？黄金射手座不会是我的末日了吧？不会，这个车我觉得蓝图是有优势的。蓝图是有优势的，刚刚反压差一点。对，反压的话失误了。就要抓住这个车的特点，这个车对抗强。嗯嗯。其他就是一坨。黄河。黄河有机会吗？我觉得有。有吗？我觉得有机会。那你带什么车的？我带龙啊。带龙。直接带龙，肯定带龙啊。我这个车的话，黄河因为大家都跑不了，黄河的话除了阎君可能一开始舒服一点，他有机器嘛，其他车都不行。草被连带了，选图吧，科技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把这破逼阎君终于给整死了。坏消息，不知道选什么图。没有啊，我知道啊，他阎君玩的是什么车？
选月和冰魄嘛，看他选什么嘛。他没选，你选图啊？他没选月，他没选月，我刚才提前跟他说了的，没有选月，有任意数据车代替。这你选图啊？我知道我选图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工地选过了吧？工地选过了。工地选过了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什么图。最后一个车了，对，我已经到最后一个车了。工地选过了，兄弟们，工地选过了。间隔。桃园间隔。桃园间隔可以啊，你别说。间隔也不是不行，是吧？对，间隔可以哦。这什么土呢？起步啊，起步吧。那还能怎么办？起步吧。只能再起步啊。太切记了。龙金湖，龙金湖电音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全部都选过了。啊，电音的话已经选过了，选过了。电音当时我用兰博基尼跑的，龙金湖也选过了。龙金湖开那个刚开始差不多就选了。嗯。你用兰博基尼跑的其实。兰博基尼还好，我渡了那个劫。嗯。这张图可以，我剑哥贼稳，剑哥不知道杀不杀出去。大佬，他们都是带着龙的呀，基本。特洛伊不行，特洛伊我这个车怎么跑？搞他下把开机甲，这屌毛他妈最后一把这么稳，又是我选的。他不稳，他连带你了，弟圈。他开机甲了呀，下把。哇，下把他开机甲了。哇，这难搞了呀。这逼玩意他妈的，今天晚上搞死我了。比赛还在继续，兄弟们啊。还在继续不慌。比赛还在继续。嗯、又是我选图。什么样的图能限制机甲？那就是困难图嘛。我再去选一张。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那秋名山了，还是什么？没了，全选了，困难图所有图都选了。四星图有图吗 ？No 也没有图，四星图没有图。航天城也选了，天空之城，天空之城也不行。天空之城猴子啊！猴子不行。一梦青花。哦、oh, 哦，也行也行，一梦星花。对，起步，肯定起步，想都不用想，直接起步。一梦星花普通车要断空标吗？一开始那个大跳台，可以断。如果不断的话，能快出吗？我看他们都是断的。那你试一下嘛，我感觉会飞过头，飞过头或者你就踩一下刹车。有机甲这把不好玩，但是猴子我觉得他不行，我真觉得他不行。对，我觉得他拿不下这一把。这一把的话，怎么说呢？
真的是服了，他妈的。就是多一点。什么情况啊？我刚送票一件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别急。哦，送了，票一件送掉了，也不知道是断错还是什么情况。难顶啊！这猴子怎么还不升级啊？而且还不是他选图，他是你的宿命。这屌毛今天晚上害了我一晚上了，等下拿下了势必嘲讽一波他，知道吧？感谢马马还在嘴硬送了两张半卡，谢谢马马还在嘴硬送出了5张，啊、哦、5张半卡，我没看到，感谢 TC 查克送出了一张半卡，感谢老板，不是纸钞赞助，妈右手我不带的、嗯，可能是出汗吧，因为我空调是关的，打比上我一般都关空调，因为这个空调吹得太冷了，对手为僵，对手冻不手都冻死了。也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比赛是认真对待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其他还差几辆车，进度最快的应该是除了我是无语 B， 然后到那个、嗯、到那个谁啊？我操，竹星者了。竹心者，然后到阿森，然后再到那个叫谁？叫玉关人。玉关人啊，嗯，玉关人，法兰西。你选个勾八的图啊，那法兰西，哼，开什么玩笑？选法兰西，法兰西就法兰西吧，巴不得把他这个猴子给赶紧给干掉。感谢来首几音李太美 TT 神送的3张半卡，这张 这把就不用跑了、哦、我们只需要干一件事争第二名，我们只需要干一件事就是争第二名，第二名也不一定争到，因为有冰魄的话这张不会猛，所以我们这一把的话挂机为主啊，挂机为主，聊天为辅、嗯、好吧，挂机为主，又不是霍金选图，他们听霍金的知道吧，因为霍金损人不利己，他就只知道针对我，知不知道，他自己肯定是拿不了的，因为他现在这个进度他是不可能拿得了的，今天晚上只可能是我或者应该是无语 B 或者阿森爆两把气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，其他人基本上不可能拿的，进度太慢了，反正无语 B 也是这个车坐牢的，大家都坐牢，我只能说牢的话都是一起坐过来的，这把的话霍金要是拿不了第一的话，我真的怀疑他有演的成分，他就停在猴子那里搞我们，不可能的，知道吧，他这把肯定是第一的，你看开始杀赌人了嘛，这个就没必要赌我了啊，不过他们搞我也是正常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，因为场上只有我一个人拿到最后一辆车了，如果他们不搞我的话啊，如果他们不搞我，比如说桃园剑阁那把霍金要是没稳住的话，我直接就拿下了，就还蹭了个分，哎，有没有 CW， 我靠能，还给我选了一张图啊，兄弟们，还给我选了一张图，我刚刚留的这个意思就没错吧，对，没错，完全没错，所以兄弟们啊，你们也不要觉得他们是集体在针对我看我不爽，其实因为我的进度最快搞我是很正常的，对，但是我想告诉他们，强者
是没有办法被啊针对的，知不知道？基地，超前基地是吧？啊、哦，对，基地也行。还是直播间的水友懂我，嗯，还是直播间的水友懂我啊。我要看你逃婚，逃婚还真的被选过了，被选过了。刚开始我开阎君，我们几个阿森选的，阿森选的，他开去、嗯、那个他开那个什么原级嘛，强者无敌，突突突，他们不针对我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必须要针对我。如果他们不针对我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，嗯，知道吧？确实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啊，我只知道，我知道直播间的所有兄弟们看得非常的着急，就觉得我总是一步之遥，特别是桃园剑阁那一把，桃园剑阁那一把就是没超过去嘛，对不？两次的那个撞墙点坑那个地方老是被卡，很恶心。这是我来了一把超前机啊，希望这张图能给我幸运。好，看一下我的这个出生点位，好像在最左边，啊，在最左边，最左边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撞你！好，异关人的话是什么车？永夜君主，到了逐星者了吧？逐星者了，他逐星者了。我操，他也倒数第二辆。你要知道后面金红和沧海，他是少一辆的。对，但他金红多少？金红强啊，金红。金红只有起步的优势。起步优势够了呀，这么好的机器。加强版的圣光雪狐，好像是哦，而且它只有两个啊。我想一下，花海和西湖是吗？有蓝牛不行，蓝牛不能跑花海，蓝牛的话花海要被打爆。西湖的话有个永那个哦不是，他换车了啊，他换车了。西湖不打，西湖不能打，西湖的话起步杀不出去的。西湖的话打不了，真打不了。天空之城是吗？天空之城我有点不想打，我说实话。打吧。我觉得打天空寻梦都比天空之城要好。我说实话，真的。不行，天空寻梦有竹心。说，那竹心你以为他会玩？那总比有点优势，那长直线那里竹心的话这么慢的直线速度，断空交的话都难断。沧海是个啥车？仿布加迪威龙的外观的一辆古老的勋章车啊。海鼻之眼谁都演不上是吧？竹心能演上吗？竹心能演上竹心跳起来就能演上。
拿去。哇！直接拿去。我们是冠军。我们是冠军。这霍金还想卡我啊、嗯！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也可以放你两马，他卡了我两把了，一把猴子的一梦青花，一把什么的桃源剑阁。整体来说，他不是卡了你两把，是一整晚都在卡你，一整晚都在卡我。嗯、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。